各位兄弟姊妹、亲戚朋友，平安！今早起同做伙同阿罗敬拜是恩典，感谢主。咱着独独倚靠上帝，来得到新的开力，一生着要阿罗辛苦到永远。今早起的宣召经文是伫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，道成肉体。徛起伫咱中间，有恩典佮真理满满。佮阮捌看见伊的荣光，真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荣光。做伙同心祈祷，亲爱天父上帝，感谢你伫起头有道，道佮你三甲伫地，道就是上帝。徛起伫阮中间，有恩典佮真理满满。恩典佮真理是对你才有。你是阮救赎主，牺牲生命来世间。阮对恩典得着救，是对神。佮活佮活命是栽伫你。一切恶路荣耀归乎你。阿门。来，大家来，举起你的手来敬拜伊，至高至圣的名。
将来永远存在。耶稣无改变，天地万物拢要改变，耶稣未改变。耶稣基督，昨日、今日、同一样，直到大大。阿门。荣耀，荣耀！咱主耶稣，伊是大君王，赢过黑暗死亡。伊是全能的主，掌管世间万物。姊妹平安，我今日要读的圣经节是伫诗篇第四篇第三节，甲马太福音第28章第20节。
诗篇第四篇第三节，恁就知耶和华已经分别敬虔的人做伊家己的。我求求耶和华，伊必听我。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二十节，今日我所有命令恁的，就假是因受，告我日子甲恁地的，到世间的落尾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上帝的话语祝福大家。兄弟姊妹平安。咱今仔日要讲的吼，这个题目较特别，这个题目叫做讲我讲无人听。意思是讲我讲话人都无爱听安尼款的意思。有时年纪大诶时阵，会经验着安尼款诶情形，就是人讲话，咱诶囡仔敢若爱听，卖听安尼款或者是跟咱甲咱诶朋友讲话，因也是亲像有听无听安尼款。其实讲到即个听话吼，咱嘛无一定会晓听话。有人讲会晓听，就是一个技术一个技术但这时代的人较急性，这时代的人较未晓安怎去听，你知毋知？尤其是咱哦，咱有时听话听淡薄，听一半，咱就开始应嘴，然后咱就伫遐讲你毋是啦，傻啦了啦，是安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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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咱无真正讲有真正耐心的安尼去听，安尼去了解。所以咱爱伫听诶即方面来学习互咱会晓做一个会听话诶人。你若会听人讲话自然而然诶吼，人嘛是会听你讲话。但是即边你知影毋知影一项事，就是上帝会听咱讲话，上帝会听咱诶祈祷，你知影毋知？所以代表王伫即个诗篇第四篇第三十讲，伊讲恁着要知影。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的人归伫伊家己，我求告耶和华，伊定着听我。最后一句话讲，我求告耶和华，伊定着听我。上帝会听我，兄弟姊妹，你知毋知？伫全世界内面，尼侪人内面，上帝既然会听我的祈祷，就是讲咱。上帝真正有耐心的听咱所讲的每一句话真宝贝，你知毋知？无亲像咱人哦，有时阵咱讲话讲莫讲啦，这个我听过了啦，真闲啦，讲来讲去就是几样莫讲啦。上帝袂安尼，上帝爱听咱所讲的每一句话兄弟姊妹，咱会听人讲话，也是亲像华人一个真水的礼物。当伊讲完伊所讲的话的时阵，真侪时阵你会发现到，其实伊的心情就放开了，伊规个人就轻松了。讲到这个听的时阵哦，兄弟姊妹，咱做一个来学习这个功课。头一项呢，就是要安怎听呢？就是咱甲人讲话的时阵咱的目睭就爱看人。毋通甲人讲话的时阵目睭看左边、看正边、看面顶、看涂骹，人安尼。看你的时阵就知影讲你无专心听我讲话。第二就是问问题，或者是讲我明白，我知影，是。兄弟姊妹，你看有时会鼓励到迄个人，会当继续的将爱讲的话讲出来。佫一项就是，有时咱听人讲话的时阵，咱会使重复伊所讲的。头先你讲的是毋是讲伊安尼款？对你讲还是讲伊安尼款做安尼款的事你意思是安尼哦。兄弟姊妹，咱重复咱所讲的、所听的，互伊会知影讲原来你是真正细腻的，真正集中精神的在听伊爱讲的。另外就是有时着要帮助你讲话的人，互伊会当即个将伊内面真正意思安尼表达出来。有时咱也着要知影第五点，是讲咱有时也着要去了解对方的感觉了解对方的感觉就是讲
咱就问伊讲，你安尼转去了后，安尼你的兄弟，你的兄弟，安尼我甲你讲，你的新妇，安尼款甲你讲，你迄时阵，你是你的感觉是安怎款？是真生气，还是真正无奈，还是真正欢喜？安尼款哈？啊，第六点就是讲，咱会通将咱的经验吼，啊，会使有时会通啊去分享互人听，安尼。这个是也是一个要紧的学习，但是咱就爱注意，什么人是会当真正去了解咱啊要分享的事啊。第七方面就是讲，那是讲啊，当咱听人讲话时，对方伊提出伊真正的问题，或者是伊的忧虑的时阵啊，咱会使为着伊的这个问题，为着这忧虑来祈祷。安尼，下一摆呢？人有机会在讲话的时阵啊，咱就使问讲：哎，顶一摆啊，你爱我祈祷的代志啊，即阵安怎款了？安尼伊就会明白讲：哦，原来你拢会记哦，你拢有咧听我诶讲话安尼款。总之，咱爱会晓做一个会晓听的人啊。咱有诶时阵有影是听比讲搁较侪啊。咱也是。另外一点就是讲，咱要互逐个人有够遐时间吼，咱将伊个心内话通讲出来。另外咧，咱也毋通较主观个看法，就是讲咱来试看卖，对无相个角度去了解。哎，姊妹，有影，咱若袂晓安尼款去甲人了解，或是讲有一个心要去去了去。知影，迄个人会真正的需要。安尼，咱别人也袂予咱真侪时间，通去了解咱个人的问题、个人的需要。总之呢，就是咱遐个姊妹，咱毋通常常咧伫咧想讲，哎呀，我讲话无人会晓听。遐姊妹，我甲你讲，伫教会内面，就是有一个群体，就是咱个教会内面个团体，在基督徒，因拢会真爱听咱的分享，另外呢，因也常常真爱为着咱来祈祷啊。我相信讲，照着圣经的英文讲，耶稣讲，我就常甲恁同在马太福音28:20，就是讲那是有主甲咱同在哦。有时人可能无机会。人无机会伫咱个身边啊，听咱个讲话，但是主伫咱个身边，伊会听咱个讲话。啊，你知袂？耶稣内面咱无孤单，因为耶稣是咱会使讲话个对象。三个祈祷，亲爱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即天耶稣来个世间，成做阮个救主，也伫阮当地个生活内面，伊愿意听阮心内愿意所讲个一切。求主今仔日予阮。无家己孤单，因为阮知影阮的主毋但是听阮的祈祷，阮的主要扶持阮、帮助阮，互阮会通有气力来行完今生的路。安尼祈祷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Oh, my God.
感谢林俊亮牧师，伫这八月来甲阮分享上帝话语。感谢牧师。落来九月主日敬拜，有王一鸣牧师甲咱分享上帝话语。兄弟姊妹，未来的主日敬拜是头一礼拜，咱要举行圣餐，请大家备办一块饼甲一杯葡萄汁。举行圣餐是为基督徒备办的。你若毋是基督徒，请你毋通参加。上帝有应允咱讲，到恁年老，我犹原是安尼；到恁头毛白，我犹原跪抱恁。我已经做恁，也欲养恁；我欲跪抱恁，也欲求恁。现在，愿耶和华祝福你，保护你。愿耶和华予伊个面个光照你，施恩予你。愿耶和华欢喜个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阿门。Yeah.
兄弟姊妹，祝福你平安，唔忘后期个聚会。